七星鱼还算是可以啊，我这条七星鱼蛮漂亮的，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？这条七星鱼还蛮漂亮的。这条拿来养来做观赏鱼可以啊，是不是？就收了一条，在过去那边放在河里面养着，还有两条，还有一条鲶鱼，还有四条罗非。不过那个罗非都是蛮大个的啊，1斤多重一个，还算是可以。今天昨晚刚看过啊，加了饵料，今天又来看，还算是收获，还算是算得过去啊。哎呀，咱们明天又要下一些笼子了，不下笼子逮不到什么货，下笼子下网都可以。过客哥，晚上好。饵料放这里啊，这个饵料拿回去冻，明天还可以用。兄弟们呐，咱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啊，兄弟们，咱们明天见啊。清风徐来，晚上好。咱们明天见啊，兄弟们啊！你看这些，喔喔都跑来这里了，旺财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啊，四个土旺财，独眼大虾二猪哥。咱们今天晚上直播就到此结束了啊，兄弟们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了！感谢榜上的大哥大姐们的支持啊！拜拜。